小像素都是这种场景模式以及高清视频拍摄屏幕与功能。那现场的来宾可以通过屏幕来观看和这款第五千拍摄出来的精彩图片。同时也非常感谢模特为我们带来的第五千。演绎。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是我们有奖问答环节了。在今天的一天当中啊，我们刚刚之前都已经获了很多的大奖了啊，来宾那都是男士。那我想今天应该给我们女士一次机会了。哎，这边有很多女士啊，那穿黑色 T 恤这位女士，来，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你。你好，欢迎来到泥汤展台。我想问一下您啊，那您刚刚我一直观察到您非常开心啊，来到我们展台观看我们模特们的表演，对我们的进行都有详细的了解。